Hello， 萨瓦迪卡，我是慕淑穎，从泰国来的。我来台东念儿童文学研究所，今年我是硕一的。我来台湾已经四个月了，我感兴趣就是看关于小说、绘本，关于一个儿童文化，所以我就选来这里读书。我学中文了五年，但是以前也在泰国学习的。但是我觉得，如果你来这里学习，台东大学华语中心学习，我觉得对外籍生学中文是非常好，因为这里是外籍生很少，你就没有机会跟那个外籍生说话，还是你的母语说话。我发现我来这里是我的中文进步很快，然后呢，在那个课堂，学生们、同学们也很互相帮助。如果你他有常常是用那个中文讨论讲话呢，然后你就可以学习到每个国家的那个中文的那个发音是不一样。如果说到老师是非常好，如果你什么不懂，老师只是那个慢慢那个解释给你听，这个是什么。然后呢，他们的那个课程我觉得是非常好的。如果说到台东有什么好处呢，我觉得台东是非常美，然后呢，这里的那个饭菜我觉得比其他地方比较好吃的。然后我觉得如果你来这里就不太无聊，因为有很多朋友也可以你陪伴。然后呢，我真的希望大家是来台东大学念那个华语中心的，这里是华语中心，是超棒。